100年前の関東大震災、東京の様子がわかる写真。100年前の9月1日、関東大震災が起こりました。地震や火事で亡くなった人や行方不明になった人は、 10万5千人以上だと言われています。NHK には関東大震災が起こったすぐ後の東京を撮った写真がたくさん残っています。今の様子と比べました。皇居の前の広場には約 21万人が避難しました。多くの人が広場に簡単な建物を建てて生活していました。東京の日本橋にある三越本店は地震の後の火事で建物の中が焼けました。入り口にある ライオンの像は壊れないで残りました。戦争時には約一万五千人が避難しました。寺では避難した人たちに食べ物などを配ったり、家族や友達などを探す手伝いをしたりしていました。 好，今天是这个关东大地震1一百周年哦的这个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关东大地震是在一九二三年哦，那到今天已经二零二三年了，虽然是一百周年哦，那我们来看这一篇哦，一百年前的。 看透大兴息哦，好，那个什么大震灾就是什么大地震哦，好，哦，所以这个关东就是东京这一这一块地区叫关东嘛，所以关东大地震有、哦、没有？Tokyo no yoshiga，哦，这个东京的当时这个地震的是什么样子？Wakaru，哦，可以知道的小新的一个照片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我们前面都不要看哈、哦，我们看哎，小、欸、新是照片哦。那前面都在叙述他的哈、哦。好，瓦卡鲁是知道，所以可以知道什么东西的照片。再往前看，Tokyo no y o 哦，可以知道东京的样子的照片。那什么东京的样子是 y a k u n e m a i no，是一百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哦。对，一百年前的关东大地震的这个可以的这个、哦、照片哦，然后可以知道当时东京的样子。好、哦，那我们往下看。 也可能买喏，酷嘎子自己读字一百年前,9年前的九月一号，看多大新赛吼，关东大地震嘎 o c u l i masta 这个 oculi 发生，哦 o c u i 发生，哦，那 o c i masta 过去式所以发生了这个关东大地震啊，在一百年前的九月一号，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啊，我们今天九月三号了啊。 地震啊，卡几代，那库那大黑岛，好，这个、哦、地震，地震名词呀，名词，名这个压是或者，哦，所以地震或者是卡几火灾，哦，那 day 是什么？day 是这个因为、哦，还是以，还是用，哈、哦，那因为这个地震还是火灾，哦，那库那大黑岛，哦，好，这个那库那鲁我们常讲，哈、哦，那库那鲁就是过世，有、哦、没有？就死了，哈、哦，过世，哈、哦，那库那鲁。 OK，好、欸哦，好，那之前有同学问哦，那跟喜怒有什么差？喜怒也是死啊，那库纳鲁也是死啊，讲那库纳鲁比较尊敬啊，讲这个比较尊敬，啊这是过世的人啊，哦阿龙、啊、你讲这个信达黑道讲什么死翘翘的人哦，死掉的人，那、啊、讲这个感觉比较尊敬一点哦，好、哦，好、哦，所以这个过世的人呀，Ukuaihuame 哦。 我们这个刑刑犯的去向不前是不明，去向不明就是失踪了、啊。哦，就是地震之后也找不到这个人。哦，你那个拿库纳达希斗就是死掉的人，是你有找到他什么？你有找他的尸体嘛？所以你知道他死掉了嘛？哦，等一下，尸体叫死胎。哦，OK。哦，那你这边，好 o u k u y o u k u l i 是去向。 没、嗯、哦，去向不明就是失踪。那失踪人是说，他可能被河水冲走了，他可能被哦什么，他被埋在地底下。地震嘛，很多东西哦，建筑物这样倒塌，可能埋在地底下哦，或者是火灾哦，地震引发火灾就是、他的尸体埋在地底下被烧掉了哦，所以失踪的就找不到的哈。哎、哦嗯，好，你那大黑岛啊，哦哦。 Uku e 美 u 那打就变成了行踪不明的人。Juman gosenin 19哦，数字加19，我们直接翻超过哈、哦，所以超过十万五千人、哦。好，那你名词加打是四，那头是指前面哈、哦，那后面的 iwa le d a y 是被讲哦，被人家讲哦哈 u 是讲。那我们改成 iwa l 我们说是什么？我们说改成动词第一段加 l e 这个是被动哦，所以哦，懂好所以。 被后人讲啊，哦、他有十万人啊、哦、死了或者是找不到了这样子啊、哦、好，那我们看过来。NHK には関東大震災が起こったすぐ後の東京を撮った写真がたくさん残っています。哦，我们看这一句哦。啊，这边先全部都不要看，哦、我们先看这边 NHK 哦。 NHK 日本最大的电视台，你是在哦，在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okodaiimas 好，这个 nokoru 是剩下留下，哦、嗯，好，我们看一下，哦、嗯、，OK，那我们改成 k u r 是什么？我们说状态是折根的，所以 n o k o d a i r 是什么？啊，留留存着，哦、嗯，留有把它这个东西留着。 那留留什么东西哈？前面是 NHK，所以在 NHK，有没有？啊，那个 n 是在在 NHK，啊，那哇是强调后面，所以强调说 NHK 有留存着。哦，退路是状态是者，哦，所以有留存着。好，OK，啊，那留存着什么呢？哦，我们往下，我们往前看 d a k up 上 d a k up 上是副词很多，所以有很多东西留存着。那前面是什么？下心。 虾心是照片哈，所以有很多照片，它留存在 NHK 哦，就是他们这边有做保存啊。有留存，意思是说这边有做一个保存哦。哎，好，等一下，哦，而且是他们用打酷上，打酷上是很多，所以有留存着很多这个照片。那是什么的照片呢？我们再倒过来往前看是什么？k y o Ototata 虾心哈。 好，我们这个透露是拍照啊，透、哦、露是拍照。那我们说这个动词现在是过去式基本体加名词，那、啊、你就加新式名词，所以拍的照片，然后拍的是什么？拍的是这个东京的 Tokyo 的照片。好，那是什么的东京？再往前看，是什么的东京？是什么？涩谷阿斗，d 谷阿斗。好，那么再往前看，好 Okada 哈、哦，我们看一下，哎、欸，我们先看看 很多大幸赛加 o k 达哦，我们看这边，哦，前面那个关东大震灾就是关东大地震嘛，有没有？哦，所以这个大幸赛哦，哎、欸，大幸灾哦，大震灾嘎，哦，这个 o k 鲁是发生，所以发生大地震，发生这个哪面大地震？发生这个关东大地震哦。好，那这个 o k 鲁赶快过去式是,是 o k 达，所以发生了这个大地震。 的哈、哦，发生大地震的东京，哦，发生大地震的东京，有没有？那你后面加个阿头，阿头是什么？阿头是之后，哦，这个阿头是之后，所以是发生哦大地震之后的东京，哦，发生大地震之后的东京，有没有？哦，我们以前有讲过嘛，你那个动词过去式加阿头是什么之后？哦，动词过去式加阿头是什么之后？ 哦，那、啊、你这边是，啊、哦，七星加 Okuru 啊，七、哦、星加 Okuru 是发生地震，那你改成过去是 Okuda ato 啊，什么、哦、发生了地震之后，哦，这个它的过去式哦，那就发生了地震之后，但是它这边要怎么加？这边加个事故，哦，这边加个事故，好，这个事故我们以前的话就是时间上的副词是什么？马上还是立刻？马上还是立刻？ 四库的话，也可以用到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时间上很快，或者是这个距离很短。时间上啊，时间上很短，时间上超级短，还是上距离上超级短啊？譬如说啊，你看到阅读特别长，你看到这个“头哪里”，“头哪里”就是隔壁，“头哪里”隔壁好、啊。譬如说，我家隔壁有个四爬啊，OK，OK，好，好、okay, okay, 啊，好、啊，爷 n 呢？ 哪里呢？哦，我我家哦，隔壁哦，四帕加里马斯哦，有这个有这个超级市场。好，OK，好，那我这边如果加在四库嘞，四库如果加在这个头哪里，我们说四库如果加在距离上面是指什么？我们说四库如果加在时间上是指这个时间超级短。那如果加在这距离是这个距离超级近。哦，所以你原本的四库不要看的是什么？哎，我家。 隔壁啊、哦，我家隔壁是有这个超级市场，可是你这个是鬼、欸，是吧？紧连的隔壁哈，同样也是隔壁之外，而且是很近很近的隔壁。那很近很近就是啊，我家隔壁，而且是紧连在我家隔壁哈，哦，就是非常非常近的隔壁，就哎、欸，就是有一间超级市场。哦，OK，好，那你这边哈，这边这边也是类似这个状况啊。我们看，吉星加 O 卡打阿斗是什么？这个。 动词过去就是阿斗这种，哎、欸，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哦，什么之后？那你这个事故嘞？好、哦，立之后，然后这个事故是指时间很短，很很短哦，所以之后立刻哦，那我们之后之后，然后马之后就马上哦，之后就马上或之后就立刻哦，之后就立刻。哦、那我们看过来，所以这个台信甩咖 oko 哒哦，那事故线不要看哈、哦，那这个台阿斗是之后，台阿斗是之后，所以。 大地震发生之后，那你前面加十古是什么？之后就立刻，嗯、哦、的这个东京，哦，啊、这样翻不像中文啊，就是什么，哦，这个发发生大地震之后的，哦，马上的这个什么，马上就是大地震受灾之后这个东京的这个东京的，哦，那个时候已经大地震之后的这个灾区的照片偷打小心下新的拍的这个那个拍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受灾之后马上拍的东京的这个照片。 大陆上，脑壳底 imas 啊，大陆上很多脑壳底路是留存着哈，所以在 NHK 有留存着很多这个东京的那个地震之后，马上就去拍东京的这个受灾情形的照片。Imano 由石头，Kura 贝 masda 哈，看一下哈。好，这个 k u 贝鲁是相比较哈 k u 贝鲁是比较哈，那你前面头是汉，所以汉什么相比？哦，所以。 和现在的这个哦样子来做一个相比，哦，有没有？就是地震发生地震的时候，然后那个地方过了一百年之后，然后两边的一个对比，哦，哎、欸，好，那我们来看当，但是我们当然是要看当时的、啊，是要去看现在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当这个是可以按吗？这個、可以按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哦，这个这个皇居。 哦，Kokyo，哦，皇居就是这个日本皇宫啊，天皇住的地方啦、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纪录片哦。哎，反应小声一点。哦，一百年前。 它是,它是皇居的的外外面的那一块地，然后当时有二十一万人在那边哦，就是避难哦，所以那块地应该蛮大的。哎、欸，好，那往下看。Kokyo no mai no h i d o b a n i w a 哈，你是在哈、哦，在这个皇居，就是这个天皇住的那个那个宫殿的前面的广场。Yaku 大约。 尼珠伊吉曼宁嘎，平安西玛西达哈，然后有二十一万人在这边避难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哎、欸，现在的天皇的皇居外面的广场啊，嗯、哦哦，可以二十一万的这是什么？哦，现在是这样了哈、哦，现在是这样。 哦，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应该是公园之类的，有没有？哎、欸，哦，好，那当时在那边塞了二十一万人，哦，哦，这个哈，皇居外院哦，当时就哦，哎、欸，这个黑白照片哦，好，那我们看一下。 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哦，好，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哦，那个东京的这个那个什么灾民就躲到这边来了，那、啊、是当当时的照片哦，当时的照片哦，这个，欸、看一下哈、哦，当时的照片，哦、这边躲了这么多人啊。哦 好，然后再看回来。好、哦，然后这边搭棚子，然后再边、嗯，好，对，看回来。好、哦，奥库诺西多加，哦，那奥库这边是当名词，那奥库是很多的，哦。 那 he do 是等哦，我们、嗯、好怎么来的哦？我们原本的 o 一，是后面是 E 嘛？e 形容词很多的。那你这个 o 苦原本是 E 形容词，去掉后面的 e 加苦来加后面的动词。但是嘞，因为它这个太常出现了，所以它自己独立出来变一个名词。哦，再讲一遍，o 一，是很多的 e 形容词。 那你一形容词去一加苦加动词，那你去一加苦加动词是什么？它变成副词嘛？副词加动词嘛？所以奥苦原本是它要加动词的形式副词，但是因为它这个字太常用了，所以它自己独立出来，它又可以当一个名词。所以奥苦你查字典的时候，它有名词跟副词两个词性。 那我们看他这边写的，就是哦，你看一下这边是名词 no 名词嘛，所以他这边是把它当做名词，因为名词加 no 加名词嘛，所以哦 k u n o hito 是很多的人，hitoban i 哈，在这个广场哦，在这个皇宫外面的广场看单啦，简单的 tademo no 哦 t a d t e 哦，好、哦，我们看一下，我们后面的 tademo no 就是哦，然后这个 tademo no 就是建筑物哦，那后面的 taddeu 是。 这个是一个动词哦，我们去盖房子哦，盖房子哦的那个意思哦，所以它 demo 呢，它 d e m 就是什么？就是盖这个盖一些建筑物，而且还是邯郸呢哦，它是盖一些简单的建筑物哈、哦，都搭一些棚子哈、哦，没有？嗯、呃，哦，搭一些简单的棚子哦，因为地震之后没有物资。 那、啊、你这个たでる，跟去掉る加て变て形哦。喔、我们说动词加て加动词。せがつをし哈，是好，这个就是过什么生活啦哈。原本せが是名词、啊，我们加死る变动词，就变成过生活。那跟せがつしてる哈、喔，啊，这个てい是长时间的状态哈，所以他们就、喔，他们就就过着那样的生活哈、喔。 那再改成过去式哦，所以他们过去哦，就是在那边生活，就生活一段时间哦，有没有？哎、okay.，啊，往下看哦，啊，这个是另外一张照片哦，这个照片很有名，这个后面是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啊、还是三月百货公司哦，三月百货公司，哦 t o k y o 呢，霓虹巴西尼阿鲁哈，好、哦，在东京有一个叫做日本桥的。 哦，尼亚鲁是在哈、哦，所以在东京有一个叫日本桥的地方。哦，米芝柯西红店。哦，好，他们在日文叫做米芝柯西。哦，三月百货公司。哦，米芝柯西的帕 t 三月百货公司啊？为什么到台湾变成西关三月，因为这个日本的百货公司到台湾以后，跟这个因为。 国外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台湾很难生存嘛，所以他就跟台湾的比较大的那个，哦，那个财阀、那个财团合作，然后一起就是哦成立了星光三月。那星光好像是五家，哦，我们台湾的一个大企业家族哦，所以叫台湾在星光三月，但是在日本它就叫三月。哦，OK，好、哦，所以米兹科西哦，别怕抖哦，他的后面 a d 总、嗯、点就是哦，总公司的哦，总公司的意思哈。哦，那这个西单哦哦，西、哦、店就是那个百货公司的分店哈、哦。那它这个三月百货公司的本店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东京的哈、哦，日本桥那个地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三月百货公司的本店哦，它的这个总公司哦。 好，我们来看看外观。哦，这个不愧是一百多年前的建筑嘛、嗯。哦啊，有一百多年前的建筑。哦，啊，你看这边啊、哦，你看这边是路口，我们看到，啊，这边有黑黑的，真的，等一下我们要看。哦，好、哦，你看一下。哦，好，那它本店最有名的哈、哦，如果要去观光的话，莱昂。 好莱 i 是狮子哦，狮子哦，好，我们刚才看哦，我们刚才看到这一张哈、哦，它这个本店有、哦、没有？然后这边是路口哦，路口这边有个，下面这边有个，两边有个，它有放石狮子哈、哦，好像感，好像是那个寺庙一样哦，哎、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名的狮子哦，哦，有没有它的这个门口？ 门口有放两只狮子哦，哎、欸，好，有看到吗？这个狮子是那个古董，哎、欸，古董啊、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回来了哈，而且它那个狮子哈、哦、很好玩哦，它在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它会给它打扮哦，然后还有它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是戴口罩，因为之前疫情嘛，哦，他给它戴口罩，有没有？他给它戴口罩。 还有這什麼、哦啊、给他哦，还给他礼物哦，哎、欸，还给他穿衣服哦，还给他穿衣服，哎、哦，好、啊，哎、欸哦欸，还有这个戴什么科技的这个眼镜哦,哦，好，那我们看回来，好，所以他说，在这个尼亚鲁斯寨哈，在东京的日本桥的这个啊三月百货公司的这个本店哦，吉星哦阿土哦，那地震之后。 no, kaji day, 哦 day 是因为哈、哦、因为这个地震之后 k a j 有了火灾哦可能是有瓦斯什么易燃的气体然后地震之后就很容易火灾。k a j m o n o no n a k 哦他说这个这个建筑物的里面哦 k m a 哦我看一下。啊、我们的 yaku 是动词哦 yaku 是、啊、动词哈、哦啊哦、人去。 人去什么烧，还是煎，还是烤什么东西哦？人去烧什么东西，烤什么东西，叫做ヤクル。好、哦，那ヤケ u 是這种词，嗯、哦，ヤケル，ヤケル说，哎、欸，这个东西烧起来了，这个东西起火了哦，这个意思。哦，那这边是用ヤケ u 什么意思？哎、啊，这个烧起来了，哦，烧起来了。哦，所以タデモノナカガヤケマシダ哈，就是建筑物、白公室里面烧起来了。リリクチニヤル哈。哦 好，尼亚鲁是在哈，那伊利库吉是入口哦，在这个百货公司入口哈，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入口的地方。来往喏，好，这个坐坐是这个像哈，所以这个狮子的这个像啊，狮、呃、子的石像哇。好哇嘞奈得，然后库里玛西达哦，我们看一下。好、哦、我们这边的主词是什么？来往喏坐。 哦，狮、嗯、子的像啊，入口一个狮子的这个像，有没有啊？哇，哦，好，l 瓦雷鲁是坏掉，k l a 雷鲁是坏掉。那我们家这个句型是那一点，好，那一点是比较反常的，没有怎么样，你看，那一点是否定之外，但是它是比较反常的，哦，的否比较反常否定哦，譬如说，哎、欸，我我常常去买便当，然后说我不要饭。 哦，我不要饭，或者是我去买咖啡，说我不要，我不要加砂糖哈、哦，我要我要喝那个原味的哈、哦。好，那你要怎么跟人家讲？哦，嗯，好、嗯，我们看一下，咖啡尼，咖啡尼哈，是、哦、啊，对，好，沙头哦，一、哦，啊、哦，一列鲁是什么？啊，这个咖啡里面放糖。 那我们现在改伊甸奈是什么？伊甸奈是不放糖。那我改成那一叠是什么？是没有放，就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哈，比较，而是比较反常的哦。我们看一下去好比如说，コーヒーに砂糖伊甸奈で农民是不是，哎，就是你讲那一叠是比较反常，没有说啊，我比较反，我比较反常，我跟人家不一样，我喝咖啡是不放糖的哦，这样子哦，因为。 头牛咖阿鲁卡拉吼，因为我有糖尿病吼，哦，头牛咖阿鲁喏，对啊，啊，这个这是倒装机哦，哦，所以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所以我喝咖啡是不放糖的哦，然后这样再喝哦，所以就会讲那个那一堆是比较反常的，所以啊，就是你那一堆比较反常，意思啊，我跟人家不一样啦，我比较反常吼、哦，我喝咖啡是不放糖，因为我有糖尿病哦，就类似这样子的哦，懂吼？ 好，那你这边是哦，来昂呢做哦这个什么狮子的这个石像哦 k o a de lu k o a d a na d y 是吗？啊，很反常嘞，狮子的像很反常，没有被这个火烧到哦，然后怎样？哦，嗯、呃，没有被火烧，然后 nokori m a 哦，nokoru 我们说什么留下来的，然后 nokoru 就留下来了，所以很反常的，它没有被。 被烧掉，然后留下来的哦，哎、欸，那这样如果在台湾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是神机，然后大家去拜他，有、哦、没有？台湾喜欢这样嘛？哎、欸，哎、欸，就什么大地震，然后还是什么大火灾，然后什么东西哎、欸、没有被毁掉，然后留下来，然后就说啊，这个石头，这个石头有神哦，我们要拜它哦，或者是有一棵树在大火里面全部都烧烧掉了，然后就留一些树下来，我们要拜它，对不对？哎、欸。 那日本，哦，所以就是这个狮子，哦，这个狮子，哎，这是古迹哦，一百多年前的大地震哦，而且又引起大火啊，留下来的哦，这个，哎，然后这个去的时候可以找这只狮子拍照哈，啊、哦，有这一段故事哦，哎，好，那我们看过来，哦。好，你看这个是这个当时的这个。 哦，那个什么三月白公司，啊，这应该是这应该是入口吧？哦，然后狮子应该在两边哦，全部都毁了，它就留下来。啊、哦，往下看，哦啊，这个是浅草寺哦，去去东京的那个浅草寺哦。哦，浅草寺有很多灾民哦，那我们看神兽吉尼娃哦，在这个一百年前浅草寺，亚库，大约一计曼0三人嘎，哦，加上前面的对象，哦、对都、哦、有一万五千人，西南西马西达哦，在这边避难。 哦，天大德瓦哦，好，在这个寺庙。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边有点怪怪的地方。你这个日本这个寺庙都几百年的，甚至有一些還上千年了。那大地震它没有垮啊，可是你这个现代建筑却垮了。哎、嗯，哦，这个哦，所以因为它没有垮嘛，所以很多人在避难。 然后 day 是在哈，所以提 a 提瓦哈在这个寺庙，希南希达希多达吉尼哦，这个尼是对象哈，对象是对这个避难的人们哈，这个他其实富庶，富庶我们就翻本，所以对这些避难的这些灾民，塔贝莫诺纳多哦哦什么哦是把哈把这些食物纳多等等的哦库巴塔里哦好我们看一下，好、OK、这个库巴鲁是分给人家了哈。 分配给人家叫库巴鲁，那我们后面叫塔里塔里食物，15, 这个是四级常考的句型哦，就是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那你前面要先改成动词忒形啊，没、哦、有你要改成动词过去式哦，你要先改成动词过去式，加个这个里哦。那没有讲过怎么样改成动词过去式嘛？我们说你先改成动词忒形嘛，那你把这个 ta 哦砍掉，换成它，就变成动词它形了哦，这是五级教的嘛？ 然后那你这个库巴鲁是分配嘛？那我们改哦，基本体过去是哦，所以我们说什么库巴得哦，那我们改以换掉换它塔，所以库巴达，所以是分配。那我们说塔利塔利食物哈、哦，你塔利塔利是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那分配的动作都象用呢？哦，你前面是什么？是这个哦，是这个难民哦，是分给这个难民哦，一些哦，难民哦，是这个。 吉星哦，地震哦，哦，tokyo，tokyo 之星的难民妮哦，对这个东京地震的这个难民妮是对他们，然后后面是 c a b e m o n o 哦，食物哦，然后那都是名词加那都是等等的哈、哦，所以他们分配食物等等的 o 是把哦，所以把这个食物等等的哦。 哦，库巴达里哦，有有哦会会分配哦，有时候会分配，有时候会分配给东京的地震的灾民哦，可能食物啦，还是衣服啦，还是水啦，哦，然后再来哦，卡佐库呀，托莫达吉纳多哦，看什么卡佐库他们的这个灾民的这个家人呀，或者托莫达吉他们的朋友那都等等的，沙嘎斯好，萨加斯是找哦，所以就是什么找人呐、啊？ 哦，沙加斯是找人，有没有？哎、欸，好，那我们你看他那边写写的小小的嘛。哦，他要写成两种，哦，一个写探，一个写收。哦，他可以沙加斯可以写成两两个汉字，但是意思不太一样。那这个沙加斯他是什么？和西摩呢？哦，他你刚才打字的时候它，他写找想要的东西，找想要的东西没有？找工作啦，有没有？哎、欸，懂哈？ 啊，下面这个 g 嘎 s 是找找不见的东西哦。那他如果这边考汉字的话，他会会用这个沙嘎石哦，会用这个搜到沙嘎石那种，因为找人嘛、啊，那个人不见了嘛，哦，找人嘛、啊，有没有？哎、欸，哦，这个这边写小小的啦，哦，哎、欸，好，但、那、是、個、考试不会考那么细的哈、哦。好，所以这边卡座苦哦，沙嘎石哦，譬如说有那个哦，小女孩哦。 就是这一个小女孩，地震之后一个人在街上那样游荡，然后就帮她找什么，帮她找她，哎、欸，她有没有什么哥哥姐姐，还是这个父母还在啊？什么住哦，爷爷奶奶还在啊？所以就帮她找家人哦，没有帮她找家人哦，或者是哦，团灭大击哎，或者是帮她找朋友哦。哦，因为失踪很多人嘛，哦，所以沙嘎斯哦，所以这个后面的台词大也是帮忙哦，帮忙。 哦，那他怎么接的哈、哦？好，好，这个沙嘎斯是早，有没有？那后面的推字大五，哦，推字大五是帮忙是动词，那它现在改成连接型。那我们说动词连接型可以当名词，哦，所以这个推字大姨这边现在变成名词。我们说连接型可以当名词，那我们说动词。 哦，基本体的现在式、过去式可以加名词，所以哦，所以这边是动词基本体的哦，好、哦，这边是动词基本体的现在式，然后可以加名词，所以所以合起来就是我帮、哦、忙找哦，帮忙找这个家人还是帮忙找朋友哦 u s t a l i 哦，等一下，哦，OK，等一下。 哦，好，词大带有食是帮忙哦，做这个帮忙动作哦。那我们在加这个塔里塔里时，不是有时候有时候或者或者哦，所以哦，所以这边库巴塔里哦，这个库巴塔里就是什么呃，塔里塔里是有时候嘛，或者是或者哈、哦，或者帮忙分配食物给这些灾民哦，那、啊、或者是帮忙哦，他们去帮这個什么这个活下的人去帮我们找这个家人还是朋友，有没有？ 好，这样懂吗？哎，好，哦，好，stay in m y s t e 哈，我们看一下它是后面怎么变的哦。我们说它的它的思路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啊、哦？好，那你后面是死路，那我们改成哦，死路改成什么？stay 路，那 stay 路是一个长时间的状态哦，所以长时间可能。 地震之后一两个月哦，大家都还没有房子住，所以这边住几个月，然后寺庙的人还是一些义工就帮忙去找，然后意就是找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哦，然后再改成过去式哦，因为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这样懂吗？